们到内湖本田呢，这活动是小三办的，就是他找了很多汽车的 YouTuber， 然后跟本田配合，就是借了八台车，对，然后八台不一样的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抽签，然后抽看谁抽到哪一台车，我们就骑哪台车这样，然后就是一路上五指山到附近晃一晃，中间就是在休息点的地方会再重新抽钥匙这样，所以就是今天大家都蛮有机会骑到八台车，就好像才五六次抽签机会，但是大部分车是可以骑得到的。然后我最害怕的就是抽到那个 Goldwing 跟非洲双，对，因为他们都很，一个是很重，一个是很高，那我就是有点害怕这样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抽到就是尝试看看嘛，对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听一下行前介绍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咯。先简单教一下今天的，除了这个大型 Goldwing 的发动，但它发动没有在里面启动的，它用感应器钥匙，所以感应器钥匙帮你放在车子的口袋的。发动之后呢，它的这个启动开关在这里。抽到 Goldwing 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主要跟两大类是电池网。那纯手动进档钮跟退档钮在这里，进退在这里。那我们是可以来抽签的。好好。你折这么小啊？不要抽了。Lady first。然后我先把 Goldwing 抽走，这样。Goldwing， 不要紧。因为他们这边有很多分歧专案啊，真的有个万一的话，小伟可以为大家。可以到七十二哦。七十二级啊！七十二级有点多。好，那你就先吧。哦哦 ，CP 开头的。啊。耶，六五零啊 ！CP 六五零啊！哦。你是不是没拍过影片？你要给大家看啊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新手嘛。CP 六五零啊！哎，我要自己看一下。CP 六五零啊！哦 ，CP 三百啊！真的假的？你不要乱讲哎！真的啊！你想要这样耶、yeah, 酷好帅哦，还好一开始抽六零啊，但是等一下那个山路比较小好、哎不要、不要这样啊，但你没有跑过五指山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准备吧，如果装备哇，你穿这个冬季的哎、欸，这不冬季的吗？你没有没有带夏季的？没有要求啊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第一阶段的坐骑啦，六零啊，然后现在就是把我们装备装上这台车，然后帽子上第一次用这个角度，就觉得这角度好像蛮酷的。今天就是装备就先这样了，然后等一下如果抽到别的车，就是再换装备这样。到时候大家都被黄标，很麻烦的，要一直剪一直剪。好骑吗？还蛮好骑的。骑过这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可是这跟我骑的比较近啊。好骑就换一下啦。哎，好骑不要好骑。你这骑这个应该很吸睛哦。是没错啦，有点可怕、啊。很搞笑。你不是说没有感觉到你不会骑吗？对啊，没有，然后还是想骑街车嘛。我想骑三宝啊。没有，等下你应该有机会骑到高位的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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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啦，你先骑啦。好挤哦，今天的空档好好踩哦。
次骑 CBR650 啊，就去跑山，而且还是跑我从来没有跑过的五指山，真是又兴奋又怕受伤害啊！果不其然，上山之后呢，大家一个一个都消失了，就留尔一个人独骑。不得不说，五指山的弯真的非常的刁钻，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个大弯，然后里面还有弯中弯，真是吓爆尔的毛了。每次都在过弯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，哇，这个弯怎么这么大，然后才硬是刹到速度非常低的状况才能过得去。不熟悉的山路真的不要骑太快啊，最好呢就是顺顺的过去，能够符合自己熟悉习惯的速度，舒服最重要，千万不要硬追前面的人，造成自己骑乘上的危险。超出自己的掌控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而且最傻眼的是，本来鹅是一个人独骑好一段路，我以为追不上前面就算了，没想到过了一阵子，我的后照镜居然出现阿 Ben 骑着 Go Win 追上来了，真是太傻眼了，居然骑着一个 Go Win 都能追上我，真是太羞愧啦。前面我你很快耶，不是你骑得也太快了吧，还追到我是谁啊？我想说看一下后照镜，我骑过了啊，但是你那个没骑过啊。我想说看一下后照镜，我靠，是谁啊？我们到这里是哪里啊？就是五指山上的拉瓦纳咖啡。拉瓦纳咖啡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抽勾位，打开不是勾位哦。就是我们今天大家会有五次的抽奖机会，所以我们有八分之五，至少八分之五的中奖几率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难避开非洲霜跟勾位这两台车啦。但是刚刚真的太夸张，因为这里我真的没跑过，然后这个车我也没骑过，对，但是它至少跟阿鲁的骑姿是没差那么多的。你看，如果我要骑勾位，我可能要在山下上不来。好骑吗？好骑吗？还蛮好骑，可是它的那个龙头跟阿鲁真的是差蛮多。但我刚骑蛮顺，然后右弯也过蛮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左弯就过了跟智障一样。我左弯一直就是在弯中刹到快要变成零了，我都要停下来了，然后我才过去。而且五指山有很多就是那种很大的发夹弯，然后每次过到中间才发现，怎么弯这么大啊？还不错玩啦、啊。然后我们等下现在就是停下来喝，就是第一个休息点，然后我们要喝咖啡这样。哎、啊，那个我要去喝咖啡了，车被骑走哎、欸？为什么？忘记吧。不是我的车更忘记吧？康康没有拔钥匙。康康非洲霜。对，非洲霜没有拔钥匙。没有。小燕谁骑的？小燕好像是速度吧，还是谁？这也没拔钥匙。这也没拔钥匙，真的也没拔钥匙。看看，我有钥匙串哦。车都骑走了。这里大概价值200万。好，我要走。等一下我看看他们要怎么办。你们停在这里就不用拔钥匙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拔钥匙。那我钥匙串呢？哇，这有200万！十万直接放在上面了，没差，没差，放在上面。这边没差了，这边已经搬了，再过去看就好。那我就先说，台北治安很好，不像你们那边台中会开枪的。我声音拔一拔，自己忘记，上面有写了，上面有写，就重抽了嘛。上面有写了，上面有写车。我刚看你骑还蛮……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你没有看到我。不是你在我前面，以这个排位来讲，你的单圈应该是也是蛮快的啦。对啦，你根本没有没有，你感觉很顺就上来了。是在后照镜看到我吧，只看到小三，人家小三还很好心的等了我。阿贝是超你车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超。没有，然后发现后照镜好后面好像有。你听到那个磨到咳的声音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在欣赏他过弯了。对。手打勾的力气，怎样打勾的啊？高一点都在准备，直接延迟刹车，差不多，哇，差不多8K，哇，这个叫做不知道弯多大，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两种说法。高位，等一下啊。可是你现在无极星星，你不怕勾位啊？输八颗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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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三二 ，OK， 运气好，运气好，哇！不会，这第一座高板，第一座高板。
好，那大家先找自己的车，熟悉一下，先可以，先可以，还要问一下这台车怎么上车。来，不要怕，还好不是勾位啦。我刚刚差点中勾位，真的以为上面是写勾位呢。我要去找那个飞东双，飞东双，飞东双。问康康啊，问康康啊。右方，哎呦，我觉得这个画面对不对？怎么行？可以教学一下，教学一下。假的，我觉得他很高哎。你看有什么去跨？他很低，他很低，他很低，你去跨，你去跨。看起来就很高。可以啦，不是，我们是低坐高版本，可以。所以这台不会熄火啊 ，DCT 的。对，它你没有不要怕熄火，它不会熄火。如果你需要调什么 TC 或者是孤轮之类的，这台多棒啊！多少人的梦想车啊！我努力，我努力。对，尝试。骑完要发表骑那个飞洲庄的心得啊！飞洲庄，省大的最爱。对，三二一。那边三二一，哈哈哈哈哈！来啊，得打！先打 B 档，可是不是 B 档吗？对啊 ，B 啊，你要先打 B 档，这样是空档啊。跳就走了，这个 B， 所以现在 B 他现在就可以走了。B 档，对，就跟汽车一样啊 ，B 档。看 ，B 档还要打档哦。B 档要先打进去 ，B 档就走啊，跳一跳。一开始听到要骑飞洲双，我真的是大傻眼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它。我对越野车的既定印象就是又高又大，我真的很怕我踩不到地，然后一个不小心就倒车了。但其实上车之后才发现，真的像其他人说的，这台飞洲双坐高并不会很高呢。其实它的坐高我坐上去之后还蛮刚刚好的，所以一跨上车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心感，虽然起步出了一点小差错，但是呢，我还是顺利的下山了。虽然真的没有骑过越野车，真的非常的生疏，但是我还是尽量跟上前面的脚步，毕竟我也不希望追丢头车，不然我可是不认识路的呢。不过飞洲双骑久了之后，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它，它骑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很好操控，非常的有乐趣性。所以到了定点准备要重新抽签换车的时候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哎。其实私心偷偷的想要再骑一个阶段。然后抓手把抓太用力，手超级手腕的地方啊，超级痛。不过我们还是终于到了预定要吃午餐的地方啦，所以只能跟飞洲双暂时说拜拜喽。下一阶段抽签又会抽到什么车呢？好兴奋哦！我刚以为是后面只要回转，没想到上面就回转了，然后我就熄火了，我就没有退档。前坡，前坡。刚刚有一个贱货按我的电门开关。是啊，停在路上。那个贱货刚刚回转说自己熄火。谁？小三，小三他白痴哦。刚才遇到超跑，然后本来以为他在挑衅我们，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他就伸出手在那比赛，所以原来是想要比赛的节奏啊，害我以为他在比车呢。因为他就跑到那个不知道哪一台后面，然后在这边吹我们，然后我想说怎样，比车是不是想要打招呼讲完嘛？结果他后来比赛错了。来啦，这一段就是很轻松、很短的，但是让大家尽量没有很短吗？多轮一点车啦，看你最短的第一是多短。这段完全不需要有压力，因为几乎都直线啊。好。好，所以这样就山路就不用骑他了。至少不是吧？我安慰了一点。好，开枪打你啊！我怎么是冲锋三板啊？我的双害怕都抽到。六零啊，我骑过嘞。不要多大声啊！好，这个。我坏掉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我们刚刚讲什么关系？我的天哪！大家说墨菲定律真的是有道理呀、啊，不想抽到什么就会抽到什么啊！最害怕的双害怕非洲双还有勾引，通通被我抽到啦！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会努力的征服它，毕竟这可是我骑过最大台的一台车子呢。虽然一开始真的不习惯它的轴距。车子真的又大又长，非常的重，
但是骑起来却意外的轻松，而且又灵巧。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舒服，骑在上面就像是坐在一张高级的沙发椅上面一样。从来没有想过原来骑一台又大又重的休旅车会是这么的舒服啊，所以就算它这么的大台，骑去跑山也是 OK 的啦。但是因为它的壳实在是太宽了，所以在跑山的时候只要小小的一个压弯就会磨到旁边的护盖哦。第一次磨到旁边的侧盖的时候真是吓了一大跳哎，因为其实它不需要太大的倾角就会磨到它的护盖，所以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磨到了真的会吓一跳哎。但是其实磨到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倾角是很安全的。据小三私下偷偷的爆料，他已经把公司车的护盖磨掉一波啦。还可以吗？可以吧，蛮好玩的。但是好急啊，你刚刚是有个弯会跑哦，因为我两边都磨到夹大下。我哦，这个磨到还好啦，应该很好骑，打工应该好骑出名的。很好骑啊，你偷我没问题啊 ，OK 啊，接下来三路了。中间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碰到了一条非常小的巷子，对向的汽车占去了四分之三的道路。远远的看到这条超级小的路，我真的是傻眼啊！看着前面一台台车，小小的体积就这样咻咻咻的过去了，我真的很害怕会在这里签下我人生第一张的订车单啊！还好我还是平安的通过了，看来我对 GoWin 的操控技巧也不差嘛。不过停车还是它最大的挑战哦。里面可以停吧？里面有一格可以停，你倒退然后上去那边停，跟它停在一起。以后骑别的车没难度了啦，很厉害啊！可以可以可以。超级热，那是正中午，然后刚本来想说骑车就是撞风就是凉，然后结果刚撞通都是暖风，哦，我刚受不了，整个都是开罩在骑，而且它就是它骑的时候很灵巧啦，然后它的避震真的是很舒服，然后跟飞豆霜很像，但是它比飞豆霜更舒服。就车真的太大了，是好骑啦，真的非常好骑。所以你觉得它还不错骑，觉得是好骑啊，可是就是不适合刁钻小山路。当然，刚在滨海的时候很棒。其实骑山路也蛮顺的，可是我刚刚就是因为过弯太顺，然后压的也很舒服，然后就把人压过头，也没有到过头啦，就是磨到脚踏啊，然后我就吓到啊，就不敢磨，后面都不敢磨。我就觉得很好骑啦，好骑是好骑，可是停下来压力真的那叫什么大？三大。对，压力真三大。干东西。嗨。哎，你现在是三六零，来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我们到定点，大家都是休息，然后讨论聊车，然后再补妆。那就表我。为什么补妆？你看红成这样子。哎，补妆怎么了？那画面好看。骑车为什么会掉妆？啊，安全帽啊，傻逼哦！怎么会不掉妆？好，那你刚刚骑这么久，你觉得 GoWin 好骑吗？好骑啊，好骑。来，你站这个地方，你站这里啊。砸100多万车。你他妈的，因为没骑过这个车，崩坏。根本没骑过这个车。那我问你，你说 GoWin 好骑对不对？真的好骑，真心好骑，真心好骑。那为什么第一个弯回转就卡住了？我没骑过嘛，不习惯那个车距跟车重啊。那后来就习惯了。没有啊。然后他就说好骑。不是，就是下车之后，你要可以支撑那个车重之后，就会觉得压力散大。所以如果是比较宽阔的直线就可以。对，刚刚有一个会车，你知道我天人交战多久吗？没有，就订车单签一签就好，有什么好交战的呢？哎、欸，那个台车直接把那条路占了四分之三去，然后你们都这样很轻松的过去。当然了，没有。我想说你们把我放在……我觉得你刚刚太紧张，你下次要找时间再骑下。你刚刚有没有试到电动风镜？没有，还 OK 啊。可是哎，刚刚到底谁那么坏，把它设成100给我骑？哦，有他那个帽子现在旁边啊。对啊，所以记得，如果你刚开始骑，不要一下用 Sport 模式，会比较累一点。待会呢，还要再抽两次钱，所以他还会再化两次妆。并不会，我帮你化好不好？不用，帮你眉毛化浓点。下次讲我眉毛是哪里的？我抽过 Going， 然后了无后顾之忧。所以现在抽什么都不行。那就我的。好，剩下都轻的了吧？哎，还有一台，没有，还有一台重的。右左。六零啊，好了，他骑过了，再抽，你骑过了吗？那所以这给你，啊，那这个是你的，是我的，对啊，那这个是 Rebel， 好，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好，行，
来吧哦。什么东西？来吧哦。来吧，没安到起啊。就一般的复古车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奇怪哦。这又是我另外一个新的第一次，第一次骑美式机车。美式机车的骑师真的是非常的不习惯，不过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，从来没有用过这种骑师骑车呢，真的是非常的休闲也很悠哉。唯一让我比较惊讶的是，这台车居然一档只有8500转，所以在大家一起超车的时候，为了跟上大家的脚步，我就用一档超车啦，没想到超到一半就断油了，真是吓了我好大一跳。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它的一档只有到8500转而已，真的是非常的令我惊讶。原来美式机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呢。不过这段路程略嫌短了一点，所以很快就到了我们要换车的地点啦。希望下一台车可以抽到我心目中最爱的 CB300R。但我没有，我要真正讲，就是外双吸跟巴塔差不多掉。没关系啊，大家现在骑完都对高温很有信心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，哎，你现在没骑到高温的？没有，他没骑到高温，他也没骑到啊。这样吧，来啊来啊，他先来。没有高温的人站出来，来站出来，没有骑高温站出来。谁？这是我们两个。我以为你是直接猜拳。唐浩斌，你要不要先过来抽？我们三个先抽，我们玩先抽到勾运艇这样子。哦，勾运哦，勾运哦。好。啊。美国船长。哎哎，我 CB60啊，那我就 CB60啊。怎样？麻痹。哎干，我还没吸到 CB60啊。这样玩呐？是啊。不是啊。就没抽过。重来，重来。哎，这我拍掉一拿哦。可以啦。耶！什么？300啊？哦。耶！我的 ending， 这充分展现出每个人对于这三轮，我爱300，我爱300。我终于，终于，终于抽到我最想要骑的 CB300R 啦！自从上次跟朋友借了 CB300R 骑了一小段路之后，就一直对它念念不忘。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可以把 CB300R 骑去山路配一下。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可以抽到 CB300R 真的是很开心，因为我就可以骑着它去跑山路咯。这可是我第一次骑街车去跑山路耶。啊，前面台车也太慢了吧。想必它跑起山路来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啦。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真的很想牵一台回家耶，真的是一台必须收藏的居家旅游神车啊。虽然这段山路没有很长，不过也玩得蛮尽兴的，而且骑着300R也可以轻松地跟上前面的节奏，跟朋友一起骑车就是好玩。不过这段路程也真的是不长，所以一下就到了故宫，我们最后一个换车地点。那只剩下几台我没骑过的车咯，只好再跟 CB300R 说拜拜，然后迎向我最后一台 ending 车款。嗯，要选谁呢？等一下，直接选自己还没骑过耶，这倒地还没骑到耶。60啊，好，我们先合照啊，先合照。好，来来来，大家在车旁边合照。好，换这边，3、2、1，好 ，OK。好，出发。啊，我等一下我要做那个勾运同学。可以可以 ，DJ 抓了病，抓了病，这样。CB60。老师要再转啊！操！不用啦！我要躲进去了，进来一点，进来一点，不要堵到这边了。我今天最喜欢车哦，本田我都喜欢。好好好，这太官腔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
你这样一问，本田我也喜欢啊。我觉得还是六 CB 六五零啊，我最喜欢的、啊。对，但我最喜欢，如果你认真的讲，第二喜欢就是 Gowin 的后座。那我也喜欢啊。你又没坐啊？你不骑啊？你又没坐，不是、啊？我们今天有坐在康康后面啊。所以如果各位女性朋友们，如果你想要出去玩，但你不想骑，就叫老公买台 Gowin 专门载你就好。哎，后面真的是不爱你啊！后面真的是睡着的座位。下次有机会再来玩。好。真的是一定要来玩。好，那个订阅他以后记得订阅我。好，小三克里夫三第二个频道 Super Moto 巴勒站长阿 Ben。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北斗手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还蛮意料之中。对啊，跟你一样啊。對啊，我是颠覆最大的印象，但是其实我也是有颠覆过。对，我没骑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什么老人车啊，就是老人才骑那种鸟车。非洲霜哎，会老人车吗？对啊，但是自己就渐渐的老去之后就哎。也不是这样说。就越看觉得哎，好像有点帅，怎么这样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他还蛮适合年轻人越野车、欸，越野就是要。其实那个风潮，对那个风潮渐渐有烧到年轻人这边。对啊，因为就是去什么林道啊，什么越野的场地啊，因为那个都还蛮需要体力，反正年纪太大还不太适合。对，而且很适合台湾的土地。土地，柏油路，台湾的道路，对 对, 對，那个车真的是看起来虽然老骑，但是你骑了之后你就有点下不来。阿 Ben 真心推荐，大家记得要订阅阿 Ben 的频道，还有我的频道，记得哦。今天回来最后一次没有抽签，但是他是最后一次陪我的伙伴 CB 六五零啊。然后我看到这台可爱的小猴子，啊，太可爱了。我今天骑了很多车，都是我人生第一次骑，像 Gowin 啊，再来就是抽到我也很不想抽到的非洲霜，就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反正今天这两台我都骑了，已经没有再让我害怕的车了。真的每一台车都很好骑，就连我最害怕的 Gowin 还有非洲霜，骑完之后我都对他们大改观，真的是很好骑。所以我觉得今天骑的车都是非常棒啊，就是很顺，然后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的地方，我觉得都还蛮开心的。很感谢台本内湖本田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然后还有小三主办的这个活动真的很棒，记得要订阅按赞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一定要开启啊，这样才能第一时间看到鹅的芯片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